欢迎嚟到四年一度区选杯啊！一齐睇睇十八区阵容先。成日话老咗唔当打，但外国有宝方同伊巴，香港区选杯仲劲啊！三胜嘅苏兆成同恒安郑则文，上届分别以75岁同73岁之龄当选上阵，而林立更加以76岁之龄出选，可惜冇被拣中啊！反而年轻人在这场比赛就要比心机了，因为1999年到现在出现过21岁的球员有17个那么多，全部都未试过成功入选，所以波是远的，几多岁都好，有人揀你上阵就行了。